海拔为3646.308米，成功刷新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。13日，莫文蔚晒出演唱会视频，分享被授予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喜悦。他现场致谢粉丝：“没有你们的力量，我们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。”据悉，该场演唱会在海拔3646米的拉萨举行，获最高海拔的大规模演唱会吉尼斯世界纪录。视频曝光后，网友们纷纷现身留言点赞：“厉害，永远的女神！恭喜恭喜，简直太优秀了吧！这肺活量真的很可以了。”